料。弄好了，来给我吧。不知道是谁用这百香果夹我头，他又不敢出来，就演来了。会不会是大胖？有可能哦，如果是大胖，我已经收拾好了。哎呦，吃着饭呢、啊？大胖怎么来了？哎，路过啊，路过。哎，大胖，你吃饭了吗？意思啊？啊，没吃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真的是一点都不客气呢，去你去打饭吧。哎，好。是不是你用百香果砸的我呀？哪有？怎么可能？我不会做这种事情，是吧？都是你，都是你。哎呀！